醒醒！醒醒！你看，地上有血，蛇妖应该是往那个方向走了。这怎么岔路越来越多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出去的，大侠，大侠，放我们出去吧！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！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名叫赵灵儿的女孩？别是我，那蛇妖抓你们做什么？蛇妖抓年轻姑娘，吸取她们的元气，帮狐妖修炼。狐妖？是的，她是蛇妖的娘子。这么说来，灵儿定是被那两个妖怪所抓。别害怕，我们很快救你们出去。是你们伤了我夫君。灵儿呢？把她交出来。灵儿？什么灵儿？少废话，
把灵儿交出来，不然我现在就了结你们，为民除害。哼，口气倒是不小。你要找的灵儿小妞被我吃了，你杀得着我吗？李逍遥，你冷静一点，灵儿她不在这儿，我们快去别的地方找她吧。那后药少，灵儿已经被她，不会真的？你还真是个呆瓜呀，她说那些话都是为了扰乱你的心智，你清醒一点行不行？我们先离开这儿，再寻他法去找灵儿，好不好？医生，姐，这山洞里边危险，你不会武功，留在这里。哎，李兄两位，你们怎么样了？先救人吧。没事，先救人吧。哦，来来来，这边若儿，这边走。爹，走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怎么来了？蛇妖如此厉害，爹能不来吗？那蛇妖跟狐妖都被我俩杀了。啊？什么？你真把蛇妖杀了？那灵儿姑娘呢？灵儿不在这儿。爹，灵儿既然在林家堡失踪，我就有责任把她找回来。我知道您觉得我羽翼未丰，鲁莽冲动，但是我要告诉您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不
不再是那个摔跤会哭的小女孩了。所以，无论您今天同不同意，我都要担起这个责任，找到我的朋友，护他安全。绝学，乾坤一掷，在江湖上闯荡，不想家里，没有人会再让着你。该出杀招的时候，一定不要犹豫。爹，您同意了？哼，我不同意，你会不去吗？有了这本秘籍，我定不会给林家宝丢脸的。答应我，找到了赵姑娘，立刻回家。嗯，你放心吧。明儿我一定要平安的回来。嗯，机长为誓。姑娘，你醒了。我这是在什么地方？啊，这是韩一仙的药炉，我是这里的医女。韩一仙外出采药，发现你昏迷在山林里，就把你带回来了。嗯，这身衣服是韩一仙的女儿的。这药炉是在什么地方？这边往前有一座山林，叫鬼阴山，这后面是我们白河村，我和韩一仙都是白河村的村民。韩一仙有没有说我有什么异样？姑娘，你别担心，韩一仙说了，你就是脱力昏迷，没有什么大碍的。嗯，那个姑娘应该是你的朋友吧？韩一仙说救你的时候他躺在你身边，手腕好像被咬了，好像是为了保护你才被咬。能不能让韩一仙救救他？救？没得救了。来不及了，他被食药咬过，尸毒已经开始蔓延。尸毒？我现在只能用银针控制尸毒蔓延的时间，但也就几个时辰的事了。韩一仙，能不能让我试试？他活不了了，你就当没这个朋友。你也快快离开，这里也是你不应该来的地方。韩一仙，你就让我试试吧。
小心啊，表妹。哎，小心小心。李兄，李兄啊，啊，我们歇息一会儿吧。啊。就是啊，你这么乱走，哪能找到灵儿啊？容我喝口水啊，喝口水，歇一歇。你也别着急，灵儿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啊，既然灵儿姑娘没有被蛇妖抓走，那肯定在某处等着我们的。嗯，吉人自有天相嘛。不管天涯海角，我都要找到灵儿。哎，野蛮丫头，你轻功怎么样？有多好我也不清楚，但要跟你比起来，肯定比你好得多。那你现在教教我。现在你想跟我学轻功？嗯，学点轻功可能会跑得快一些，就能快点找到灵儿了。可是现在我们方向还不确定，就算是跑得再快也没有用吧？就是啊，灵儿刚失踪不久，就算被人抓走也跑不了多远，只要我们方向没错，一定很快能找到灵儿的。呆瓜，你就别想那些不着调的办法了。不着调？来，那你说什么是着调的办法？就你着急，别人不着急啊，天天质问这个质问那个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哎呦，表妹李兄，莫名其妙。你着急灵儿可以，但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，再看看你自己受的伤。我没事儿，我不用你管。那你知不知道着急一下其他人呢？其他人怎么了？我跟你杀狐妖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知道问我有没有受伤？你又没受伤，我干嘛问你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就没有受伤？我当时不就在你旁边吗？表妹，哎，表妹，这怎么又吵起来了？庄元朗，你看看，你表妹就是如此莫名其妙。李兄，你先消消气。我表妹从小到大第一次身处这样的险境，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肯定紧张得很。他也就是排解排解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当务之急啊，还找到灵儿姑娘要紧。算了，我懒得跟他说。你就是应该问我，回不回答是我的事，你不问就是你的不对。臭小子，你每次都惹我，我下次非得把你整得哇哇叫不可。猪指如曲弓，如此外如利刃，民间将他尸变之物称之为尸妖。尸妖？怎么害怕就躲起来？本姑娘保护你。小心啊！据说被尸妖咬到也会变成尸妖的。求求别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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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了！哎呦！哎呦！痛死了！哎呦！哎呦！痛死了！青青，别打了。为什么不打？你怕了？不是我怕，是鬼怪怕人。怕人？这些尸妖乃是以死之人变化而来，自然并无痛觉，更无意识。可是这些尸妖被表妹打得抱头鼠窜，定然是普通人假扮的呀。正是如此。你们倒真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？说，为什么好好的人不做，要做尸妖？说，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要假扮尸妖？我叫李四，这里是鬼阴山地界，
万人部的山床。鬼云山，隐龙窟就是在鬼云山地界。那你们为什么在这装神弄鬼？还不说是吧？哎，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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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也只是这鬼阴山里讨生活的山贼而已。山贼？我们的孙子之前就在这鬼阴山里，后来这里闹了尸妖，年轻力壮的都跑了出去，就剩下一些老小的。我们真的是生活不下去才想出来打劫的。真的是刚打完蛇药又出来尸药。哎，那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叫赵灵儿？赵灵儿？哎，见过见过见过，就在刚刚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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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你施法，你是修仙之人。那是我师父教我的观音咒，危急时刻可以救人性命，但不知为何对这尸毒竟然没有用。你为何来此？我迷路了。姑娘，走开！不要！你会后悔的。害人害己，也许开始就错了。我警告过你，很快尸毒侵袭，你也会变成他那般模样。韩一仙，那姑娘与我有过救命之恩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因我而死。现在是你们要一起死了，满意了吗？这尸毒为何这般厉害？接应者鬼云山，尸妖肆虐。尸妖，我曾在书中看过，可是这尸妖已经数百年未曾现世，为何会在此地出现？难道就没有什么破解之法吗？尸妖刀枪不侵，释放尸毒，
人若中了尸毒，一旦毒气攻心，便无以可治，或早或晚都会变成尸妖。你是说？我已试过很多办法，但都无法化解此类尸毒。我只能用银针封住气脉，尚能延缓尸毒发作的时间，再寻他法解毒。那袭击我们的尸妖去哪儿了？已经被我除掉了。你为何会没事？而且伤口还在愈合。你跟我来。凡中毒者即刻会有黑色尸斑出现，从无一人例外。而你过了那么久，竟然毫无症状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是因为你，一听山贼收到灵儿，想都不想往人圈套里钻。那你这个连苏州都没出过的老江湖，干嘛一副很想了解的样子？我哪有，明明是那帮山贼迷药撒得远而已。表妹，没事吧？林大小姐无所不能，不还被关在这儿吗？李逍遥，你怎么？再说一遍。别闹了，留点力气想想怎么脱身吧。哎呀，叶轩刚没稍安勿躁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想办法出去。我问你了吗？不行，表妹，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说不定灵儿姑娘就在这附近等我们呢。就是，不像某些人只知道耽误功夫。转了啊？怎么了？你看，钥匙就挂在那。这么远。解开！哎，可以啊，表妹，没想到你的七剑指竟然有如此的威力。哎，快朝那个方向打！切，我忘记说了，我这个七剑指啊，每打一次要休息一个时辰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们自己想办法吧。表妹，为何你这功法就有如此这般特点啊？本来不需要这样的，但因为刚刚被某些人遗弃呀，突然感觉气血不顺畅，就打不了了。你不过呢，办法也不是没有。这李兄，那你说这可如何是好？三当家，怎么了？刚抓回来三个人，已经关地牢里去了。
怎么还抓回来了？他们压根就不怕我们，那女的还拿鞭子把我们给打了一顿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直接灭口吧。他们知道我们的秘密。哎，等会儿，这样杀了他们，会不会太可惜了呀？哎，过来。林刚小姐，我错了。您刚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林刚小姐，我错了。行，你当然不计小人过，快救我们出去吧。哎呀，表哥，我这一下气血顺畅了好多。哎，打准点，哎，往上点，再往下点，好，好，打准点，再往下，再往下点，快点。上吧，你腿上，快去！哦，哎，哎呀，伸长点！你这么长的腿，再伸点！我屁股卡住了！哎呀，怎么这么没用啊？哎，哎呀，哎呀，还差一点了，快！哟，嫌你腿长是不是？带走。是。他咬了你，试毒竟会有所缓解，为何你得血会有解毒之效？我也不知道。韩一心，你这么看着我，让我有些害怕。海母，恳请赵姑娘帮我救一个人。好，今天叫你们来呢，主要是因为我白河寨的大当家生病已久，用了各种医法都没有用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用一些土办法。这跟我们有关系吗？那是自然。哎呀，好好好好好，我们呢想给他办一个婚事，来给大当家冲喜。什么？冲喜？嗯。你们看我干嘛呀？我告诉你们不可能啊！我这刚比武招亲完，还来我结婚冲喜，不可能。各位，冲喜只是民间传闻，不可盲信的。可能这是天意，你要不就别反抗这命运的安排了。我，啊？哎，他赢了我比武招亲，他现在是我夫婿，你们要是让我冲喜的话，必须得把他请进来。哎，别听他胡说。之前婚约不算，这女人强买强卖，我也是被逼的。我什么时候强买强卖了？你们几个把他俩给我摁住了。站直了。谁说冲喜不能是你俩？冲喜一说乃是民间传闻，不可盲信啊。是啊，我看。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李逍遥，这就是天意，你也不要违抗命运的安排了吗？庄一郎，你有这兴趣吗？我就不跟你争了。李兄，在下一心仰慕表妹，自然是没有这类兴趣啊。三当家的，我年纪还小，
果然是平平无奇。你斯斯文文倒挺白净的，长得不错呀。能被选中服侍大当家的，在下不生荣幸。只是在下从小身患重疾，传不传人还不确定。不妨碍伺候大当家的。这位小哥，刚才我看你并没有什么异样，怎么现在咳得这么突然呢？刚才只是一心想着被选中服侍大当家的，所以一直忍着。没关系的，在家的病一天只发作几个时辰，不碍事的。状元郎果然是状元郎了。哎呦，这不行啊，大当家本来就生着病，再找个病秧子那更不行了。哎，你来选啊。我从女子的眼中看，他俩谁更合适？我觉得既然是冲喜的话，那就以喜为目的，是吧？那肯定要身体健康啊。别的就往后放就行了。你们要同意是不是？说的有道理，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救大当家的。如果大当家看不上这个长相，以后再换嘛。什么？呀呀！别了，演的也不像，给他下迷药，量大一点。不，再给他机会，三东。大当家知道成亲，迫不及待要洞房。
在这等咱们呢。哎，你去，快点！大当家就在里面，快快快，快点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咱们走。这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心，六月的雨就是无情的你，伴随着点点滴滴痛击我心里，我不相信你不是故意的，却为何把我丢弃在风雨里，我不忍心也不想背叛你，唯有默默等你回心转意。我没有放弃